OK， 大家现在我们要去蹴鸟，然后你们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头上戴这个恐龙的，那个什么日本军人，他们。 的帽子，然后又有那个恐龙的图案的帽咯，意思讲，我现在就是天气很热嘛，夏天，所以现在在马来西亚更热，我就带着这个在亚庇买了的，只是没有给你们介绍。假的是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一日旅游，在一日的那种兜风走路的兜风，在路上，我们要用走路的。 我们到时候去普吉岛，要我们才租车咯。现在我们旅游的话，我们是用走路的。到时候去普吉岛第四个旅游地点的时候，我们才来租车，才来开车啦。我要在家，你们看到这个东西？这个什么？所以这个什么咯？这个银色很高，比上峰塔更高的这个，是全世界第二高的塔。 莫得卡的塔，它比上峰塔高了。上峰塔最多只是到这里，但是它到很高，真的，它比上峰塔高。哇，哎，大弟嘛，没有看过，我是没有看过。那时候12月我去，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没有注意到它那么高，原来在下面哦。哇，抬头都要断掉了才看到，龙岗。 打的在那边拍照，哇，有够高哦！来，我们继续一日的走路的旅行，在 KL， 哇，没有牵你哦，好，我继续走，哇，真的很高一下。 国旗的，因为要国庆日了。OK 大家，其实我们这一日走路的旅行 ，traveling， 我们是要去马来西亚唯一的一个中国街，就是 China Town， 马来西亚唯一的那个中国街 China Town。 我们要去Kuala Lumpur China Town 了，是唯一的一个 town， 一个 China Town， 在 Kuala Lumpur 啦，Kuala Lumpur 来讲是唯一的，不是马来西亚讲错了。亚庇其实也有 China Town， 就像富宽的地方，也是属于 China Town 那卖。 中国的食物嘛，西马的治安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什么了，不要走出一步，要走出一步的话，那就什么很危险，因为马，因为西马的治安超过东马的嘛，所以我就怕了，这里有一点不安全，不安全过东马，东马就什么。 我就比较勇敢的，自己敢踏出一步走走，但是西马这里就不一样，因为西马治安不好，我就不敢自己先踏一步了，要打地马咪踏一步我才踏。哇，西北非常绿色的叶子哦，这个也很美哦。打地跟我讲说要转右边的那个方向。 这里就是华人街。回宰巷吗？这条？华人街在哪里？华人街在前面。哦，华人街原来是在前面那边。耶 ，boy。这里会有一些壁画的，而且。
吃啊？有壁画。其实我觉得这里都已经是算是华人区了，因为这里都有那种什么，那种什么了，很多那种华人的旗子啊，还是那种中文字那种。A happy day。哇，有一只小鸟。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，夸啦隆坡 KL 哇。我们要继续走，前往华人街 China Town 的那个地方。华人街在哪里？唐人街。哦，你看，那里应该是没有。唐人街其实就华人街 China Town。耶耶耶，这里就是华人街了，大家。哦。这里就是华人街了，也就是我们华人的民族的一个街，蛮多人一下哦。哇，这就是华人街了，耶、yeah。